兄弟们太爽了，蜘蛛侠手套终于加入到了堡垒之夜，我们终于可以化身蜘蛛侠了。蜘蛛侠手套可以让我们飞起来，让我们体验到蜘蛛侠的乐趣。看这个效果，看这个动作，是不是很爽？确实很爽啊，兄弟们！我发现蜘蛛侠手套什么都可以拉，不仅可以拉树，看到这只鸟了吧？它连鸟都可以拉，起飞了，兄弟们，爽不爽？呜呼！不只是鸟，它连鲨鱼都能拉呀！呜，爽！今天咱们就来玩蜘蛛侠手套 ，nice。首先，蜘蛛侠手套遍布游戏各个角落，基本上每一个资源点都有2到3个。但是我觉得最好玩的地方就是这个大楼里，因为这个大楼周围全是蜘蛛网，而且楼里面也全是蜘蛛网，非常的好玩。只要碰到蜘蛛网，你就会被弹起来。咱们去找蜘蛛侠手套吧，有个人在附近，他也在找我。嘿嘿，连喷 ，what？ 我爱学习，正好送你回去学习。我们拿到一个帐篷，正好测试一下蜘蛛侠手套能不能放到帐篷里。呜呼，找到了，这就是蜘蛛侠手套。看看兄弟们帅不帅，你可以按左键拉住东西飞起来，还可以用它来捡东西，可惜伤害为零啊，可以发射80下。来来来，让我们爽一下，这附近还有人在飞，飞起来是没有跌落伤害的。等等，这边还有一个，那我们就试试能不能用帐篷再存一个，如果能存的话，我们每局都可以玩了。哦，真的可以存，那可就爽了，不怕抢不到了。又来一个，在这个点起飞特别爽，这个动作特别像蜘蛛侠，如果我们穿上蜘蛛侠的皮肤，那一定很帅。哇，爽！呼呼，80下，我们可以玩很久。打人的时候可以飞来飞去，整蛊别人，敌人就抓不到你。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。哎，有车来了，应该还没有发现我，那就对不起了。这把红点步枪实在是凶啊！哎，人呢？好像飞起来了，他怎么不打我？哎，这什么情况？飞着玩是吧？不理我。国际服的人就很怪，他们打板都很溜，但是菜的一批，可能这就是传说中的老憨憨吧。我们敲到蛛网上是没有跌落伤害的，非常的爽。我们继续玩耍，我们还在圈里，应该会有人过来。果然有人过来，看到脚印了，上来了 ，surprise！ 哎呀，被挡住了，完了，我滑下来了。不慌，咱们直接用蜘蛛侠手套逃跑。哎，这是什么情况？直接飞走。还有人过来，哎，我看到他了，在上面，咱们先把他解决了。他在瞄我，他应该没看到我。耶耶！哎呀，嘎巴大佬，冲了冲了，咱有连拍。哦，不慌，不打板子，我就不虚。啊，这有人瞄着我，赶紧溜，赶紧溜一波，先补给一下。哎，他好像过来了，好像有两个人呀，都有蜘蛛侠手套。人去哪儿了？应该在这个方向。哎，上来了。人去哪儿了呀？你看，蜘蛛侠手套就是发现不了他。神龙见首不见尾啊！完了，我要没了，我赶紧溜，不要摔死我。哎，什么情况？没有被摔死，哎，太爽了，咱们赶紧溜吧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打不过。哎呀，在这个城里飞来飞去有点爽啊，我落上面。 no OK， 咱们补给一下。我发现这个补血的东西非常好用，你可以一直按着补，就像喷爽肤水一样。终于逃出升天了，这附近还有一个人在玩蜘蛛侠手套，居然真的是一个蜘蛛侠。那对不起了，必须把你干掉，这把枪越用越爽啊。蜘蛛侠手套我们还能存一个吗？诶，蜘蛛侠手套呢？去哪儿了？没了，好奇怪。好吧，这附近不安全，有枪声。我去，吓死我了，我都没看见他。完了完了，止步于此了，咱们搭上去补给一下。好凶啊，别杀我。 OK， 差不多了，喷喷我的憨憨脸，啊，这再搭高一点，这样应该可以了吧？我还可以移动，边移动边喷，这个东西真的是好用。补满了，找找他。哎，有人飞过来，太凶残了吧！我们好像也没吃亏，喷了他两喷，他破甲了，他怂了，咱们先补给一下吧。舒服，他们好像都跑了呀。哦，原来圈过来了，咱们也跑。有蜘蛛侠手套，咱们跑起来不就爽了吗？哎，还是用滑铲吧。前面有人打架，我的步枪让我丢了，只能用连喷了。嘎巴大佬，这个地方不好打呀，下边有草丛，真就人手一个蜘蛛侠手套呗。哇，挡得挺严呀。继续。哎，这铜墙铁壁都放上了，不好，又来一个人，又来一个，就是他。哎呀，溜溜，让他们俩打了，咱走了。有蜘蛛侠手套，想打就打，想跑就跑，爽的一批。得先去找点补给品了，这里好像有金色装备，好像打完架没有拿，咱们看看有没有护甲。哇，发财了，兄弟们，
金色武器，小甲大甲全都有，我又活过来了。还有两名敌人了，有人来拿空投，先问问我的红点答不答应，不能让他开了，我就在这守着。还想拿，继续火力压制，他肯定是没有补给了，所以才想拿，不能让他得逞。来呀，哎呀，他有狙击枪，那我得小心一点。圈儿来了，咱们用蜘蛛侠手套跑路。 Nope， 手残呀，咱们来搭个堡垒，占据有利地形，他们两个在下面打起来了。我给你们添把火，应该就在这个位置。Oh yeah， 又缩圈了，马上就要到移动圈了，他应该不在上面，看来在下面了。哦，在那里，不慌，先补给一下，准备肉搏，刺刺脸清醒一下。准备，他要冲。Oh yeah， 挑战成功。虽然蜘蛛侠手套最后没有帮上忙，但是大家一定要点赞关注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